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he Night Chick in Shaking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秦昊，我来自 Chicken Rice 和露露，欢迎你来到《极限挑战宝藏行》。其实我来之前有听星星子介绍过你的节目。那他是怎么介绍的？他说你在节目里面破坏他们的沙画。不，那个是我为了让他们的沙画更好看，画龙点睛。那他说你还抢他们的旗子？不，那个只是我们俩互相交换旗。那他说你拿瓢把他打中了？那是因为沙漠风沙太大了，他眼睛进沙子。我能信你的话吗？必须得啊。行吧、那我先相信你，那我先去准备了。好嘞。喂，浩哥，谢谢你已经在我们的掌控之中，接下来的事就靠你们了。